老身生来命运多，好似罗盘朝一空，哪个今年秋八月，不知来年还如何。老身康氏佩服张世华，不幸早年丧命，抛下两个孩儿，长子张玄，次子张毅。张玄孩儿上京求取功名，一去杳无音信，好一个孝道的张毅孩儿，每日在梦金河下钓鱼为生，奉养于我。清朝往河下钓鱼去了，偏到这半时候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真是家贫志小子，治国乱险中臣啊。忙将阁下事报与母亲知，儿参见母亲。罢了，儿啊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钓了多少鱼，买了多少钱，拿来为娘使用？我也没钓着鱼，也没卖了钱，还是在孟津河下得了一种宝贝。想那宝贝是在父户之家，那是你我母子有的，想是儿偷盗来的，快快人家送了回去，若不然为娘就动气了。您瞧，但您这儿就瞧不起我，要说我是偷人家的，我这个宝贝是在孟津河下钓上来的。钓来什么宝贝？拿来我看。您别看，你一看就该生气了。为娘看宝贝就不生气了。怎么着，您不生气？您瞧，就是他。这都您瞧，您又生气了不是？而以此要问为娘怎样制服你呢？那孟津河下有三样鱼不准而钓，鲶鱼、河鱼、乌龟，怎么而偏偏将这乌龟钓了上来？不遵母命就是不孝之子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。将来是了，我临出门的时候您嘱咐我，孟津河下有三样鱼不准我钓，鲶鱼、黑鱼、乌龟，我到了那儿头一钩子就把它给钓上来了。你就该将它放下活去才是。是啊，我听妈的话，可是不能叫它白吃我一口鱼食啊，我就咬掉它一只爪把它给放下去了。上河没什么，我又到下河去钓，
到了那块头一钩子，我又把他给钓上来了。你怎么认识他？你想啊，方才我咬掉他一只爪，他是三条腿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？是孩儿恨他不过，找坏砖头想把他给砸死，我刚这么一砸，没想到他拉了屎了。乌龟拉屎是黑的，他拉屎怎么是黄的呢？哦，我常听人说呀，孟津阁下有一金贵宝贝，拉金吊银放稀了屁，金子是甜的，铜是苦的，屎是臭的。我这么一尝啊，果不其然，真是甜的。为娘不信呐、您不信啊，我砸的您瞧瞧。好，砸来我看。啊，儿啊，你不要伤了他的性命，您还是这么心疼他。哎，妈，拉了。啊，怎么讲话、啊、不是，乌龟拉屎了，您瞧瞧是黄的不是？带我看来。哦呀，果然是黄的。是黄的吧？这金子，金子，宝贝，宝贝啊啊啊！哎呦，老太太，您别闪了腰啊！这就好了。对喽，这就好了。Oh!
对了，打今儿起咱们娘儿俩就不挨饿了。这便是儿立下母亲的训教，儿啊，母亲，你我母子有了这金贵宝贝，从今以后就不能挨饿了。对了，打今儿起咱们娘儿俩就不挨饿了。哎，我说妈呀，孩儿我肚子有点饿了，你有什么吃的拿出来，孩儿我好吃啊。儿啊，啊，清晨起来家务里迷，未曾起火，哪里来的饭食与儿充饥呀？怎么着你也没吃呢？哎，我说妈呀，咱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金子吗？拿到大街之上换点银钱，买点鸡鸭鱼肉，咱们爷俩开开斋，您瞧怎么样啊？儿啊，凡是多买柴米少买鱼肉的才是。哎，还是多买鱼肉少买柴米吧。而且不知长相有日四五日，莫待无事享有时。老太太，您这是饿怕了。怎么讲话？我瞧着买点什么就得了。而要早些回来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慢着，方才我在孟津河下钓鱼的时候，周伯伯对我说，我哥哥做了官了，阁中第八名进士，身受祥符县正堂。东西我先别买了，趁热先报喜。恭喜母亲，贺喜母亲，为娘喜从何来？我哥哥做了官了，阁中第八名进士，身受祥符县正堂，岂不是一喜吗？哦，此事当真，我还能蒙你？如此待为娘谢天谢地。哎，我谢谢咱们家那灶王老爷子。儿啊，拿来。什么呀？保单啊。母亲拿来。为娘拿什么啊？书信呐、啊！为娘门坐寒窑，哪里来的书信呐、啊？还是的，孩儿在孟津河下钓鱼，哪来的报单呢？你听何人讲的？周伯伯跟我说的。哦，周伯父。哎呀，想那周伯父上了年纪，说话有些颠倒，不看他蒙糊于你，偶尔才去问过明白。您不放心啊，我再给您问问去。哎，周伯伯在家吗？做什么？我哥哥做官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有书
信前来，有失信前来，被下士人下错了。下在哪儿？下到王家庄，你那王氏嫂嫂家中，他看罢失信，雇了一乘小轿上任去了。临行之时，还留下两句淡话。哪两句淡话？定要将你母子送我死在寒窑。儿啊，何人欺负于你？没人欺负我。你为何啼哭？我哥哥做官是真的，可有书信前来？有书信前来，被下书人下错了。下到哪里？下在王家庄，被我那王氏嫂嫂看见。他一见书信，隐瞒陛下，私自雇了一乘小轿上任去了。临行之时，还留下两句淡话。哪两句淡话？将你我母子活活冻饿死在寒窑。好贱人呐！你这个没良心鬼！儿啊，母亲，你兄长身居高官，不奉养为娘，从今以后全仗我儿你奉养为娘了。怎么着，全靠着我养活您了？嗯。哎，我说妈呀，我跟您讲个理儿，使得使不得呀？有话讲在当面。我哥哥在家的时候，您是偏心眼儿，疼我哥哥不疼我，有好吃的给他吃，有好穿的给他穿，叫他念书，哎，怎么叫我捡煤糊啊？只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哎，怎么叫他娶媳妇儿，叫我打光棍啊？哪是你还小呢？我又小了又。这会儿我哥哥做了官，不养过您了，您立时刻就靠着我了。我告诉您说，我呀，我也是不养过你了。怎么？我儿你也不奉养为娘了？不养过你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如此仗义，我哪信？信什么？儿啊！哎，别开玩笑了，谁是你儿子呀？Oh!
我爸爸死得早，有人劝你改嫁，哎，你是不去，这会儿你又想去了，可惜呀，你头发都白了，哎，也没人要你了，你跟我说这废话干什么？反正我是不养活你怎么？你果然
不奉养为娘了，不养活你了，日此我就要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您要上哪儿去啊？长街乞讨。要饭去呀？好啊，要饭给你那做官的儿子丢人现眼，碍不着你这钓鱼的儿子什么事儿。要饭呢，你给我要去呗。儿啊，待等为娘百年之后，我儿再去也还不迟。孩儿去心已定，我儿去心已定，为娘也不拦阻于你。只有为娘拐杖你扛在肩上，要他何用？见了你那不孝的兄嫂，打他去。
几下，孩儿不敢；骂他几句，孩儿也不敢。张姨儿转上生娘一拜：“老太太，您这不是折寿我吗？”“非是拜你。”“拜的是谁？”“拜的是你那不下弯的兄嫂。”对了，您呐要多拜他一拜。好好的，您把我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儿啊，此番见了你那不孝的兄嫂，把话说明，儿要即刻回来，莫要被他们致死。我不去了。我怎么不去了？我这还没出门呢，您就说这不吉祥的话，我不去了。儿啊，为娘上了几岁，年纪奢华有些颠倒，我儿你快快去吧。我听到you
人一礼。今早年丧命，膝下儿子长子张玄，次子张毅，张玄孩儿上京求取功名，得中第八名进士，身受降伏县镇堂，有失信到来，被王氏媳妇瞒你下了，是我那张毅孩儿心怀不忿，去到降伏县与他兄嫂辩理，是我放心不下。这两日睡卧不安，梦魂颠倒，不知是何缘故，看今日天气清和，我不免收拾行囊包裹，寻找娇儿，便能